你看看，所有物资发放，今天靠抢的，对吧？而且剩了这么多饭菜，我不知道这个饭菜是不是晚上给我们吃的，全部暴晒在太阳底下，啊，找他们所谓的领导负责人，没有一个知道的。你看看这些馒头啊、鸡蛋啊，看看，全部都暴晒在太阳底下啊，看看。那我们出问题来，是国家还是负责我们是吗？我们响应号召，得来的就是这个结果吗？你看看现在国家疫情多么严重，看看，全部都是这样子的。问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说什么？这个是不给我们吃的，余下来剩余的物资，啊，剩余的饭菜要处理的。这么长的一条处理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浪费国家的资源啊？国家现在上海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，外面的吃不到饭，里面的饭菜堆成山啊，问题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晚饭啊。然后我们如果说是我们的晚饭，我们吃出来任何情况的话，谁来负责啊？谁来负责啊？看看吧，看看吧，你看看，把所有好的饭菜全部都暴晒在太阳底下，看看，看看啊，所谓的管理者，对吧？他们都不知道的，啊？那请问我们进方舱的人是不是任人宰割？你们给我们吃馊的，你们给我们吃猪屎，我们要照样吃，我们为了活命照样吃，是吗？